们最接近的时候，我跟他的距离只有0.01公分。57个小时之后，我爱上了这个人。OK， 密码唔该。我系李一文，啊，有冇有揾我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。秋刀鱼会过期，肉酱也会过期。连保鲜纸都会过期，我开始怀疑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。